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要和大家玩一个很神奇的扑克牌和骰子的魔术。我这里呢有一二三四，还有四个骰子，四张牌 ，Ace 放在下面，这个二梅花二放在下面，梅花三放在下面，梅花四。放在下面，所以呢就是一二三四，我们用骰子的点数来代替，一二三，看清楚了，一二三四，只要随便这样调换这个骰子二会变成梅花二，这个骰子一点四点三点 OK， 我知道你们没有看清楚，我再做多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好了，哎，怎么变成一点呢？好的，现在是教学时间。首先呢，你要准备一二三四这样摆着，然后呢，有三张 Ace 在上面，然后呢，首先第一张 Ace 放下面，第二张二，其实不是放下面，放在下面第二张，你只要用这个手指这样。它这边就会打开，二放下面，三放下面，四也一样，所以它的顺序会这样。我就放一。然后呢，我们只要调换这两个，再调换中间这两个，再调换这个第一和第三，再调换第二和第四，然后呢，这个二号就会带二，一号就会带一，四号就会带四，三号就会带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整理这一里的牌 ，Ace 要放上面，然后拿起整副牌。当你把牌合起来的时候，其实是这三张一起拉起来，一二三四，其实是七张，二三四，然后用这个位置顶着这里，三十，第一张，第二张，第三张，第四张，其实上面是四张 A，
当你摆第二的时候，这个一朝向自己，一朝向自己，这三，这个一也朝向自己，这个四，一也朝向自己，然后呢，一样的动作。现在呢，当你把这两个调换的时候，你要这样转，这样转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也是要转，它就变成十个一，然后就打开。谢谢大家。